没有什么钱是好赚的，想的再多不如行动没完。人生路上不会一帆风顺，都会经历风雨和坎坷，要先改变自己的态度，才能改变人生高度。不拼不搏，人生白活；不苦不累，人生无味。想法再多不如行动，先别惦记赚钱，先学着让自己值钱。赚不到钱，赚知识；赚不到知识，赚经历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就不怕没有立足之地。美文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